今天来分切的是一条条二六五厂黑凤凰的板件。黑凤凰是没有官方定级的，所以它就没有 M 级 M 级这种说法，但是基本上切出来大多数都属于 M 3到 M 5的级别，有小部分能有 M 5以上的花纹，所以黑凤凰就是很赌运气的一个肉。然后我们先来把板件的筋膜修一下。切开，大家就能看得到板件的中心有一条很明显的筋，这是板件的特点。这条筋让它看起来像一个牡蛎，所以叫牡蛎肉，就是生出来。